印象深刻，还蛮紧张的，可是希望我能好好享受这次比赛的路线。马朵热，有请精英组的选手。然后我从台湾竹南来，然后第一次来那个马祖参加铁人三项。那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挑战性，很刺激。那我会想办法尽力完成。所有参加